像我大女儿一到纽西兰去，到送美国自己一个人，哈、哦，乖的要命，很独立的。就在就到了十八罗汉就到了。哎、哦，这个有点滑呢、欸，这个。不会，你就踩白色的这个不会滑，不要走不要走黑色的。黑色有青苔。对，那个就是黑色的，就是青苔。要是不是要前脚踏进去上来？对，要谢谢。哦，哎，万木，我觉得你真的可以，你跟慧玲可以做叶子老师啊，真的。其实我有跟慧玲讲过，他们不晓得，你知道吗？我跟老早我就跟他讲了，他只做那个躺在地上 stretch， 他早上起来一定要做 stretch，、哦、不然的话他说拉伸，拉爬不起来。你叫他慢慢试的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比任何的运动还好。好，我一直跟他做这个运动做这么久，我觉得他的理论哈，嗯，他的理论呢是可行的，哦，做起来不错，嗯，那这十八罗哎，对，这好大的，这好新的嘞、哦，这个也有好多年喽、哦，这观音好新哦，感觉，哦，他可能都有在清洗、啊。十八罗汉是这么叫的？佛教的，啊，佛教十八罗汉。哦，佛教的、啊。对，佛教的。佛教还有十八罗汉、哦。有。佛教不是释迦牟尼而已、哦。释迦牟尼是那个教主啊。怎么延伸出来这么多的那个？对，看人罗汉，托塔罗汉都不叫名字。